2019年反修例运动，警方经常都要 OT。 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主动查警务人员行为期间，发现有位56岁退休男警在2019年8月涉用虚假文书呃 OT 津贴，涉款大约46,000元。据知这位男警退休之前是守沙田分区，他被控这些控罪，案件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。